东方身上面有孙龙身穿板龙起千层，肉味老孙连冬半夜曾经等黄河九洞清，五百年前气一顿一拱四千五百吨，老孙伴有八个兵眼八个兵眼做榜样，大头兵长亲自论给二头兵长论论清，三头兵长三分点，四头兵长顶论算，五头兵长暴风骂，六头兵长暴风狂，七头兵长风起化雁，八头兵长化雷锋，亲自论冷会打亲，论冷亲打会长中，三点会吹管龙点孙，三打会捧声，不光骂打会打狗子，骂狗子打会脸筋，乌嘴化难会扫地，也化雪崩刀会点灯，老孙不能换一换冷，小月交换闷不冷，老孙一切有冷气也将。